不要讲，就是那天快下课。你被妈，你被用打电话哦。这边啊，这边这边采光可能不太好。对，OK， 哥看那个照相。哦，也是蛮好看，照的蛮好看。对啊，你现在就在录影啊。啊，他可以直接就从荧幕放就直接看就好了。嗯、对，而且他的很讽刺的是，他的录影的画质比他的相机画质好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录影可以录 Full HD 的。雨欣，你看你的嘴巴歪一边，好好笑。月亮三朵，哎，唱歌，待会阿姑给你玩游戏好吗？你要不要玩游戏？他不要玩游戏啊。啊，妈妈生日快乐！哎，大家快乐。好，永远就不会老就好了，人做了老妖怪，做老妖怪，直接定格，定格，蜡像。啊，我自己没有照到嘞，哇，这么棒哥在，就不要做了，就是按。要放大，怎么样？对，因为他那个 Eden 那一台哈 Arc 真的可以买，他那一台才现在才12000而已，然后他哈那个他强的就是他摄影跟那个摄照相的功能，他那一台很棒的。OK， 都有照到啊，都有照到。现在里面的采光不很好。阿妈，阿妈，你有花耶，好，很好。阿妈，你过去吧，捧个花了，生日捧花。哦，来。哎，say hello，hello。啊，安尼好啦，好啦。哦，捧花哦，新年话哦，水哦。老新年话。老新年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了啊。